李淑珍，李淑珍，干嘛呀？你还干嘛呀？怎么了？你晚上说梦话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大晚上说梦话，把我同学都吓走了，已经。怎么可能？你别装了啊！我看你就是故意不想让他在这里睡，对吧？太狡猾了你！铁蛋，你准备在这边玩几天？我准备在这儿找工作。你找工作啊？你要来这边发展吗？对啊，不行吗？你在老家不是挺好的吗？来这边干什么？哎呀，我不是想自己出来闯一闯吗？而且你不是正好也在这边吗？你家的生意不是一直挺好的吗？你出来受什么罪啊？干嘛？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待在这儿？没有，我主要是我现在自己都没有工作，我帮不了你啊。哎呀，我不用你帮我，我会自己找工作的。哦。我出去拿个外卖。哦。看我干嘛？你不陪他去啊？哦，那我陪他去了啊。还没睡呢。没有呢，怎么了？什么事？你觉得铁蛋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别装了啊！什么意思？我装什么啊？你看不出来铁蛋喜欢你啊？怎么可能啊？我一直把他当哥们儿，他怎么会喜欢我呢？哥们，对啊，真的，你天天想什么呢？上个卫生间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没事儿。铁蛋，你这么晚你去哪里啊？要你管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原来从小到大你就一直把我当哥们儿。你都听到了，我回家了，你照顾好自己吧。冷风刺激着手骨，微暗的街道上行人匆匆。硬吗？硬，我切不动，你帮帮我呗。不是，你切得这么好，你准备干嘛？我要送人的呀。送人的？那你买的时候让水果店帮你切好啊。你懂什么？自己切的才显得有心意呢。哼，哎，你这送谁的啊？男的女的？男的呀，怎么了？没事啊，挺好啊。哎，你说自己切的，是不是更甜呀？我不知道啊，你问我干嘛？你是我室友，我问问怎么了。哼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是你室友了 ，OK？怎么了？你吃醋啊？没有啊，我吃什么醋啊？真有意思。那你帮我一起切。李淑娟，你不要太过分了啊。怎么了？你送别人水果让我帮你切，你怎么想的？啊？那你这闲着也没事，你帮我切怎么了？不切，我哪有时间帮你切。Later。抱歉，你闭上眼睛。干什么？你闭上眼睛嘛。哦，好，我闭上，闭上。当当。什么？水果呀，给你切的。哼，李淑娟，你有意思吗？我怎么了？别人不吃的东西，你送给我。切的呀，你可别跟我开玩笑了，我中午问你的时候你是说送给别人的，别人不要的东西你想起来送给我了啊？要呀，你不要我就扔了。你扔呗，随便，反正又不是给我吃的。行。说的好像我想动一样，我才不动呢。